一锅平白无奇的，这个是排骨，还有加鸡肉，然后五片姜，要怎么样煮出一锅好吃的汤？来讨家包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？仙草茶，这个是无糖的哦，无糖的仙草茶。好、哦，然后我们把它开打开。好，1:1的水，1:1的水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倒下去。然后呢，就给它炖，炖到肉软嫩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盐巴加一加。就是一锅好喝的仙草鸡汤 ，OK， 讨家包，拜拜。